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29面倒数第二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倒数第二行，嘉祥疏云：三有之苦，就是指的三界生死，故云三苦。真解为祥舍为土，就是指嘉祥大师的解释啊，这个解释为稳妥啊，稳重啊，妥当。我们先说这个三有，这是佛学上的名词啊。三呢是三界啊，这个卦符里头住了。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，这叫三有。有是什么呢？有了因了，有了因呢，当然就有果报啊。此地这个有啊，是有因。我们种有了欲界的因，遇到缘，这个欲界的现象它就会现前啊。色界呢，是分别；无色界是妄想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执着、分别、妄想，当然这三种都有，只是看成分呢，哪一种多。欲界执着非常严重，再加上分别执着，这是欲界的因。那么色界呢，执着淡薄，分别比较重啊，这是色界的啊。虽然说比较重，比欲界还是轻得多啊，啊，到底人家了，在十八层天上啊，无色界了，完全是迷惑，就是妄想啊，所以他不能够觉悟，不能够啊超越三界啊，三界就是六道啊，超越三界呢，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。在佛法里面说，这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这三种烦恼通通具足，就是三有之苦啊，果报在三途六道啊，很不容易超越。可以说，遇不到佛法，就根本不可能超越。啊，宗教里面有很好的教育，多半是叫你断恶修善，
啊，真正能断恶修善，在六道里头只能够维持到不堕三恶道。啊，在人天两道轮转。啊，比起三恶道的状况呢，那是好太多了。所以人天福报啊。啊，福一定要自己修。啊，前面一大段经文教给我们修福。啊，修福还要有智慧。有智慧呀，你才认识真正的福田。啊，如果你不认识真的福田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那不但没有种福啊，还种了罪业，就造了罪业了。啊，这就错了。啊，所以福智慧很重要啊。啊，这三种烦恼在大乘经里面呢，也叫做见思识思，叫做讲执着啊，六道里面的啊严重的问题啊。见是五大类错误的看法，思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五种啊是错误的思想啊，造成三界生死的业因啊，这三有之苦。加强思这个解释啊，日本道隐法师他也肯定啊，这个解释得很好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盖除三有生死之苦，说更何净宗之旨啊？我们净土宗修学的宗旨，真解释经文曰：如来大义王，能治其病，应病于药，治三有之苦。病有众多，法药亦多，故云诸法药。啊，正解这一段解释啊，如来，这是说一切诸佛啊，都称之为如来，把众生、六道众生、十法界众生。都比作病号，十法界里头病轻一点，六道众生呢病很严重啊，啊，这非常严重啊。这些人知道，一切众生得的是什么病？诸佛如来知道啊，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见性的，啊，这个是无所不知的关键的所在。只要见性，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你知道他的病根在哪里？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，这病真能治好啊！所以应病于药啊，这都是比喻啊，众生的。迷惑多，
烦恼习气多，所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你所造的一定要受报啊，不是说造了就没事啊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修忏悔法门，罪从心起，还要将心忏呢。忏除业障，罪就消掉了。啊，罪消掉了。业障是不是都没有了呢？不竟然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内心这个业障没有了，那我伤害的这些众生他还有没有业障啊？他如果还是有业障，他记恨啊，冤仇非报不可啊。我虽然成佛成菩萨了，还是他报仇的对象那佛菩萨要不要受果报？要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了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！但是他们受报跟我们受报啊不一样，我们受报是怨恨。啊，不知道过去我伤害他，过去事情忘掉了，这一世他来害我，我不服，我还要回报，这就叫什么？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双方都痛苦啊，这是凡夫干的事啊，菩萨觉悟了。他受报知道，知道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障难，他晓得，晓得心里没有怨恨，心里欢喜，啊，欢喜接受这个障了了，就接了，啊，没有怨恨了，不再回报他了。这是真正解决问题啊！啊，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那你一定就要觉悟，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。啊，蚊子来叮我，可不可以杀它？不能啊！你要晓得，它叮你一口啊。也不过他要吃要饮食吃饭嘛，啊，找到你了嘛，你跟他有缘嘛，啊，菩萨慈悲供养他，啊，让他吃饱，他就走了。凡夫愚痴不知道啊，看到蚊子一巴掌打死了，打死了就欠他一条命。我今天杀他，来生来世我要变成蚊子，他要变成人的时候，他又把我杀死。六道众生呢，净看这些糊涂事啊！啊，所以佛菩萨不一样啊。佛菩萨呢，满足一切众生的欲望。啊，决定不会伤害他。
啊，那么这些小动物，它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慢慢的感化它，觉悟它。为什么呢？它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自信呐，一体。他迷得比我更重啊，我迷得比他轻一点。所以遇不到佛法，不能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，事实真相你不明了，肯定做错事情。哪有人受了冤枉没有丝毫怨恨？啊，只有明白人，只有真正觉悟的人，他知道啊，决定不杀生，决定不偷盗。这个不偷盗叫不逾矩，屋有主，主人没有答应，不能够把它移动。啊，移动都是属于道心的。虽然我没有偷盗的行为，念头不好。啊，主人是那样放着，我又何必把它移动？啊，不邪淫。这属于贪嗔痴啊！啊，贪嗔痴是严重的病毒。那我们里面有贪嗔痴，外面才会有瘟疫的感染。内里面贪嗔痴断了，外面虽有瘟疫，感染不上。现在医学所谓的免疫的能力啊，什么叫免疫的能力？贪嗔痴放下了，免疫能力就圆满了啊，什么样的传染病你都染不上啊。所以佛教我们呢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有大道理在啊。啊，特别是在现前的这个社会，啊，灾变很多，我们能依照佛的教训、佛菩萨的教训、圣人的教训，简单扼要，这一点不麻烦。啊，这是说，这是佛菩萨的智慧，真实智慧。简单明了啊，守住孝悌忠信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无论什么样的灾障，你都会平安度过。对这些事情不能怀疑，要有怀疑就没效了，这也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别人有效我没有效，我有疑惑啊，就不灵了，失效了，决定没有疑惑啊，肯定佛菩萨圣贤人他们是过来人啊，人家修行功夫到家了，我们怎能不相信啊，相信听话，依教奉行，决定的好处
为我们治疗三忧之苦。病很多很多啊，病有八万四千烦恼啊，佛有八万四千法门，这法门是好比药啊，众生的病好比是这些病苦啊，佛的法门是药，故云诸法药。啊，依诸法药救了三苦。利苦得乐，菩萨在帮助你圆满。下面升灌顶界，以下这几句经文受记成佛，你在修行道路上祝福护念你啊，这一句是受记。兼唐译啊，是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啊，经文里头有这一句话，兼是皆为啊，灌顶者，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，取四海水呀灌于王顶，啊，这是讲形式上的表法的意思，啊，太子登基，啊，接受啊国王的王位。举行这个仪式，就是灌顶的仪式啊，用四海水。我们知道印度是个半岛啊，三面是大洋啊，取这个水给国王灌顶。密教同志啊，佛教里面密宗有灌顶啊，密宗有灌顶，有灌顶法。下面给我们解释灌顶。灌顶呢有两种啊，灌顶有多种啊，简言之则为二种。简单的讲啊，它有两大类就是了。第一种是借缘灌顶啊，这个很普通啊。我们遇到一个上司，上司给我们做灌顶，这是借缘，你这不是真的啊，这是叫借缘灌顶啊。行人起法为借佛缘，引入灌顶坛。受以本尊之印于真言，此后行人皆可依教随分修习，是为戒缘观点啊。那么在中国的密宗，要是皈依上师啊，行皈依礼之后，上师给你观点啊，那大概是一杯水，这都供在佛前啊，用指头啊蘸一点水呀、啊、这个洒在头顶上啊，其实这一种啊
这个仪式啊，最重要的上师会传给你一个咒语，叫你常常念咒。这个咒语通常都是六字大明咒啊，嗡嘛呢叭咪吽吽，都传这个咒子啊。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，皈依张家大师，他也给我行这个，做举止行的这个仪式啊。那么呢，我们皈依的人多，好像有30多个人啊。好像他那个灌顶仪式就是不是在一个人手上，他手这个蘸着水呀、啊，就像空中弹指啊，那水就落在我们每个人头顶上啊。那么传授六字真言啊，六字大明咒，让我们常常念这一句咒语啊，就像我们净土宗啊念阿弥陀佛一样啊。我们年轻啊，真的初学呢也不懂事啊，不过老师很慈悲啊，他不责怪我们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嗡嘛呢叭咪吽是什么意思，这密宗通常是不给你解释的，只叫你念啊，我一定问清楚这什么意思。他告诉我们啊，他说这个咒语里面的嗡是讲身体啊，身体摩尼是莲花啊，这是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常常有摩尼，而且呢摩尼是梵文说的莲花的名称，是莲花啊。拜德麦是保持，哄是意啊，就意心意，这是他们的文法，生莲花保持意。哦，我就明白了，那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讲呢？肯定是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啊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。这个咒的意思，保持我们的身心像莲花一样的洁净。哦，我听了之后，这个意思太好了，这像个人一样的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身心清净，这个意思。啊，这老师给我们说明了，我们晓得的意思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密宗他讲求的口里面念咒，心里头观想，手要接印，叫三密相印，身口意啊。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咒的意思，你怎么观想法？你无法观想。啊，所以我跟张家大师3年啊，他没有传授我秘法啊，告诉我秘法一定要有高等显教的基础，没有高等显教的基础不能学秘啊，所以我跟他3年全部都在显教上奠定基础啊。我们了解你在佛法里头是属于真正的高等佛法啊，那你底下没有基础是决定做不到的啊，一定要锻炼成身心对于外头境界一尘不染，才有资格学秘，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学秘的呢，多半都是借缘观点，啊，这个修不修，
老师不负责任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多半呢，这个受了灌顶仪式之后都没有依教奉行。啊，那就是说只有形式没有实质。啊，那真正的效果就得不到了。第二种呢，受持灌顶，于如法即行之事，即是累积，行是修行，这真正修行呐、修行有成就了，传授密法，二作灌顶，得灌顶已呢？看受思维于密法中做阿舍利，是为受持和传教观点。这个观点就等于接受毕业典礼的仪式。啊，你在学校念书，你的科目念完了，啊，你得到个学位了，啊，譬如博士学位，啊，校长把博士学位颁赠给你，这个典礼叫受职灌顶，啊，这个灌顶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肯定。你修学的成就啊，传授密法，做这个仪式啊，这个仪式告诉你，也告诉大众，你可以做阿舍利。阿舍利就是老师，就学校里面讲的教授啊，你有资格担任教授，你有能力教导学生，啊，这叫受持灌顶，啊，这是你拿到学位了，啊，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学位，你没有资格担任教授。啊，所以密宗传法的这些阿舍利都要通过受持灌顶，啊，你才肯定你啊。啊，那么现在在这个时代，真正高僧大德都不在了。现在整个世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一个时代，我们真的是生于乱世啊，乱世造孽的人多，行善的人少啊，啊，诸佛菩萨住不住世呢？在理上讲，众生越苦，菩萨越要来，菩萨住世是救度苦难众生啊，他总不能是见死不救啊，一定要来，但是来我们都不会认识，他不以佛身份来，也不是以菩萨身份来，
甚至于也不是以阿舍离的身份来。他视线跟我们一般凡人一样，你也看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？真正视线佛菩萨阿舍离，你不相信。啊，视线在民间呢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所表现的，你细细观察。啊，他存心，他的言论，他的行为，肯定不是造物的。啊，细心观察，他远离食物，他所表现的肯定是与信德相应，与实善相应。啊，中国人讲啊，与伦理道德相应。我想，这是个好人呐！啊，这个时代里头还有好人，那个好人。很多是佛菩萨应化的，啊，是大圣大贤再来的，他们来与众生和光同尘，啊，他所居住的所在，这个地方灾难会比较轻。灾难的时间会比较短，啊，我们大众沾他的光啊，这么一回事情啊，啊，佛菩萨不需要你恭敬他，也不需要你赞叹他，啊，他什么都不要，过很普通的日子，你无法觉察。要没有这些人，那这个世间的灾难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他来缓和我，不是做别的事情啊。下面说，若详论之，则在上俗之间，尚有常行的四种观点。啊，这是属于常识。附带的说说，啊，这四种观点。第一种品观，得休息生息次第之自在，这形式，啊，净水品，像观世音菩萨，啊。一个手拿的是净品，这右手拿的是杨枝，啊，这是用净品来观，这通常都有修习生息之次第。学人，这个修行人，在佛法里的术语叫行人。就是修行人，他有阶段。你像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摄住，啊，到最高的第十住叫灌顶住，啊，就行这个理。摄性位，这个到灌顶位的时候，上去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每一个阶层最高的这个就是修习生起次第，啊，就好像我们学校念书
啊，小学毕业、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，大学毕业有学位了，啊，这是没有学位的，啊，小学、啊、初中、高中都没有学位，啊，这贫贯。第二种呢，密贯，得修气脉凝点之自在，功夫比前面呢深了。啊，这是一密咒。啊，密咒。它的性质很多，并不相同。有一些密咒帮助你断烦恼，有一些密咒呢帮助你解除疾病，啊，恢复身体的健康。在深山，在高原，一定呢要修这些法门。啊，为什么？居住在那些地方，医疗非常不方便。啊，这是用自己的能量来帮助自己的身心健康。这个密咒是用一种阴身，把我们身体里面的穴道让它畅通无阻。啊，病是什么呢？气血不通了，它就生病了。啊，在中国多半用按摩的方法让它疏通，用针灸的方法，啊，哪个地方阻塞了，把它疏通，病就好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它最高明的方法呢，不需要用针灸，也不需要用按摩，用阴身。啊，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，用这一个咒语，啊，我们称它做咒语，实际上就是阴身。啊，这个阴身发出来，把这个阻塞的地方震动，这一震动啊，它就开了，就通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《大藏经》里的用密咒治病的很多咒语啊，啊，那现在我们拿它咒语来念，能不能治病？不能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念的音不准，那个音要很准确啊，它音还有长短啊，强弱震动在某一个部位啊，很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可惜失传了啊，现在知道的人啊不多了啊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记载，唐朝时候啊，经典里面讲的这些治病的咒语都非常有效啊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出家在家学习都很到底啊，应用起来非常方便啊，他能够将自己的能量集中而不散开啊，所以身体健康长寿啊，能够抵御外面的风寒啊，冬天穿很薄的衣服他不冷，夏天穿很厚的衣服他不热
他有这种能量啊，学这个也得有相当功夫。第三呢，慧观得具菩提心觉知，修持自在啊，这是智慧观点，也是上师对学生的加持。中国禅宗里头祖师大德了，帮助学生大彻大悟，所用的那些方法在密宗里面讲就是慧观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能看到这个学生现在功夫到了什么时候，纯熟了，就差那一点点。啊，我们常常听说禅堂里面的棒喝，那就是一种手段。这个人在将开悟，还没开悟，这个时候就差那么一点。老师高明啊。啊，一棒一喝，他好像一惊，他就惊醒了，他问题就解决了，不需要言说。啊，让他在这里豁然大悟。啊，这个例子，宗门语录里面记载的很多。啊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第四是大手印观，修得大手印道之自在，密教中乘传，未经灌顶，不得擅自修习，经轨也不得擅越。啊，这是密宗里头。所以他称之为密，这个密不是神秘，不是秘密，而是深密。他这个道理很深啊，一定要有老师这个乘传啊，没有老师乘传，你就拿到这些经典，你也不会学习，你也学不到啊，必须有人指点啊，这个跟显教不一样，显教可以无师自通啊，密教不行啊，密教一定要有上师，而且修学没有成就啊，不能离开上师啊，离开上师就不会成就啊，他是非常重视师承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了。啊，所以我佛法的基础是在这三年当中奠定的。啊，非常难得。如果没有这三年基础，我跟李老师学教十年也学不成就。啊，这个三年基础啊，所以在李老师这里学教十年呢，才奠下根基啊，才有这么一点小成就，很不容易啊。想一想
再遇到像这样的老师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了。啊，找不到怎么办法呢？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，做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的私塾弟子，学孟子，学欧耶大师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还是有指望啊！啊，那就是德行的基础不能不奠定，没有德行就不会有学问，这肯定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做佛、做菩萨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要想学圣、学贤、学佛、学菩萨，先把人做好。啊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啊，这我常讲的四好。啊，这个好有标准，标准一定要记住，很简单，不麻烦。啊，《弟子规》儒的标准，《感应篇》道的标准，《十善业》佛的标准，这三样东西不能不学啊！没有这三样东西，念佛往生都靠不住。没把握，能有这个基础，这个基础学到家了，100%实现了。人家问你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，你真有把握啊！真正的是经本上一翻开，善男子善女人啊，有你的份呐！啊，真正落实，你会法喜充满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像孔子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。啊，真正得法喜啊，真正得快乐啊！你得做到，你做不到，你有烦恼，你有忧虑，你有痛苦，你做到就没有啊。所以一般人学佛学道学儒，都把这个根锁活掉了，好像没听说过从前人学这个东西啊。其实那是我们误会了，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人，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在学了，他怎么没学啊？他们在学的时候你没看见啊？三个根的教育什么时候教呢？母亲教的啊，从出生到三岁这1000天扎根教育。中国古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，3岁看80，这句话现在听不到人讲了，我们小时候常听说，就是说明3岁这1000天扎的根，80岁都不会变。这个根扎得多深，这个根扎得多牢，所以他要是遇到缘，他学儒，他成圣人，成贤人；他学道，他成神仙；他学佛，他会成佛，成菩萨。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这个一个世纪，
很不幸，这一个时期乱世，满清亡国之后，明年是100年了，整整一个世纪，社会动乱，大家把这个扎根教育疏忽了。啊，最近这半个世纪，名义上说进步了，啊，我们走向工业化了，啊，工业化怎么竞争了？先生在社会上竞争，力度还不够，啊，太太介上，啊，夫妻两个人都工作，生下小孩，没人照顾了，父母不教了，啊，家里请了佣人，佣人来教你的小孩，你的小孩就变成佣人，不就这个？你把你底下一代糟蹋掉了，啊，佣人怎么教呢？佣人教他看电视，啊，小孩就乖了，不闹了，啊，所以现在的小朋友谁教他？电视教他，上了小学，网络教他。你们想想，电视网络教他什么？教他暴力色情，教他杀盗淫妄，全毁掉了。啊，国报是什么？国报就是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的灾难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国报现前不晓得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过去几千年来没有这种灾难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多？凡事必有因果，啊，从果里面去找它的因，从因里面去看它的果报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啊，老祖宗真的爱后代啊，恩德，没有法子报答。啊，今天学科学，说老祖宗比我们笨，啊，我们现在出门坐汽车、坐飞机，老祖宗啊，骑马走路那比我们差远了，啊，瞧不起老祖宗啊，这什么叫大不孝？古时候大不孝什么果报啊？天诛地灭。你看现在灾难是不是天诛地灭？不孝嘛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灾难就来了。中国自古以来，那些帝王，啊，他提倡的什么？他就提倡孝亲尊师。啊，每一个皇帝死了，谥号里头就希望有个孝字。他懂得了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孝了，不要敬了，
啊，于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180度的产生变化了。啊，过去的价值观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的时髦就是不孝不敬、不仁不义。人生活在世间，很可怜的。我们很幸运，遇到圣贤教育，遇到佛法。再想一想，如果我们要是遇不到，这个日子怎么过？太苦了。虽然说的是人道，我们想一想，跟恶鬼地狱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这一段开始继续让我们知道一点呢，灌顶的知识。因为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内容非常丰富，有显教，有密教，有宗门，有教下，啊，经文虽然不长，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教义，圆圆满满都在这部经上。下面又观点，复有粗微与厚微之别。啊，粗微者，如《大日经疏》第15卷所说的，啊，下文略有善解啊。譬如世间刹利之中，于少死其位也，令王种不断故，为其嫡子而作观点，取四大海水，以四宝瓶盛之，水令流入太子之庭，灌此水以大声三唱。啊，这下面是他说的话：汝等当知，太子已寿未尽。自今以后，所有教持皆当奉行。这是古印度啊，王太子继承王位的时候，这前面也略提到过啊，这个地方讲得更详细。平冠啊，灌顶之后，这个几句话是太子的传令啊，汝等当知，这全国人民都应该要晓得啊，太子已寿未尽，自今之后啊，所有的教旨每个人都要奉行。在佛法里面呢，用这个做比喻啊，今如来法王亦复如是啊，唯令佛种不断故，以甘露发水而灌佛子之顶，从此之后一切圣众咸所敬仰，亦知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，
定绍如来法王之位。以上就贤人初位而设。这是受记观点。他有没有成佛？没成佛。但是知道这个人修行真正不退转，将来一定成佛。这是佛为学人受记。所以叫初位。那么佛灌顶用不用水呢？也用做象征表法的，这个诸位要知道。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。但是形式有这个必要，表演给大众看的，希望大众看到这个形式，不要忘了灌顶真正的意义。灌是什么意思呢？传授的意思。老师把修行的道理讲给你听，你明白了，你觉悟了，这就是灌顶啊。灌进去了，讲给你听，你没有听明白，你听不懂，灌没灌进去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你得真听懂啊，听懂之后依教奉行，你就得利益了。所以这是初观。那么由此这我们就晓得了，形式不重要，有形式没有形式都没关系。我们求佛给我们灌顶，能不能求到？能。有没有灌进去？那叫个人。怎么求法呢？你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就是十方如来给你灌一次顶。你念一遍真懂了，真明白了，依教奉行了，灌进去了。一天念两遍就灌两次啊，一天念十遍就灌十次啊，这叫真灌顶，这不是假的啊。虽没有形式，真的传授嘛。这一部经，十方三世一切如来都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正果的，都依照这个方法教化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像佛一样的成就，这叫大灌顶啊，这真灌顶啊。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得。这一部书从头到尾字字句句就叫做甘露法水。真正依教奉行，你看从此以后一切身众咸所敬仰，一直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是证得如来法王之位，肯定的。这个就是佛法里面灌顶的意思，用这个来表法。至于后位，后位是成佛的时候灌顶。
啊，《密藏经》里面说，菩萨初地乃至等觉，究竟千佛果时，这个千就是正德，啊，正德佛果，正德妙觉位，诸佛以大悲水灌顶，这是一切诸佛以最上的意念加持，这就叫灌顶。啊，任何一个人，这在什么时候呢？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时候，十方诸佛给他的加持，我们一般凡夫见不到啊。他自己知道，诸佛如来知道，化身大士知道，不但知道，都看到了。啊，这个信息立刻传遍法界，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，只有六道凡夫啊，设法界的外凡迷惑颠倒啊，这些人不知道啊。哎，幕后这几句话好，这是灌顶的真实意，在这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哟，密藏纪钞七啊，第七卷。有这一段话，你看，观者，什么叫观呢？大悲护念，这叫观呢。什么叫顶呢？佛果最顶义，佛法里头至高无上的佛法，这佛法的顶尖，这叫顶。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，在中国的本土，十个大宗派都在那个时候建立的。啊，小乘有两个宗，居士宗、陈氏宗。大乘有八个宗，八个宗里面有禅宗、有密宗。禅宗称为宗门，其余的七个大乘宗派都叫教下，叫宗门教下。中国古时候佛教称宗教，与现在讲的宗教不相干。啊，古时候讲宗教是称佛门、宗门教下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宗专门讲禅宗，教是其他的七个派别，都叫教。啊，为什么这样称呼？禅宗用的教学方法是特殊的方法，它没有文字，不是依照经典来教学。那一批人叫天才儿童，上上根人，他不需要文字，啊，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见性之后再学经典，没有见性不学经典啊！见性之后学经典快呀、啊！
啊，像龙树菩萨、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用多少时间把它学完呢？全部学了3个月。啊，3个月毕业了。怎么学的？一部经念个2-3句他就明白了，这经就不需要念了，那个多快啊。啊，3个月90天呢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啊。啊，我们看到龙树菩萨没看到，六祖慧能大师看到了。啊，《坛经》里面记载，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法达禅师，啊，他也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一生就是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大概也念了10年了，念3000多遍嘛，《法华经》很长。大概一天只能念一遍，啊，七卷经文长，啊，念了3000遍，去拜见六祖大师。啊，见面。磕头拜下去了，头没着地，啊，顶礼3拜，头都没着地。起来了，六祖问他：“你刚才礼拜呀，头没着地呀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啊，这是傲慢吗？头不着地吗？”哎，他很老实，他念了3000遍《法华经》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刘子问他，《法华经》讲的是什么？他说不上来，念得很熟，能够背诵。啊，他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，六祖不认识字，你念给我听听，法华经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六祖说行了，后头不要念了，我全明白了，你看看28品经听2卷他就全懂了，后头就不需要了。龙树菩萨在3个月把释迦牟尼佛这一部大藏经全搞通了，不稀奇啊。所以宗门厉害啊，啊，开悟之后这佛法一精通，一切精通。啊，其实600卷大般若，释迦牟尼佛讲22年了，金刚经在那里头是1分呢。啊，五祖只是跟六祖讲金刚经，讲大意，也不需要经本呢。在半夜3更，我们估计不会超过2个小时。啊，跟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豁然大悟，不要讲了，其他全部讲了，全通了。啊，五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。
那就给他受记啊，他就是二十里一样了。你就是宗门第六代的祖师。所以禅宗是个特殊的教学法。不是那个天才的人不能学。你什么都学不到。不像教下。教下是一般学校。其余的七个宗派。天台是法华宗。先手是华严宗。除这个之外，我们熟悉的有三论宗，有法相宗，有律宗，有密宗，密宗也属于教下，有净土宗。这些宗派都是依靠经典，就像学校里面上课一样，由浅而深，是慢慢去念的。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不像禅宗，禅宗是一步登天的，一开悟全都明白了。这宗门教下两种教学的方式不一样。教下是一般教学，有次第的。宗门没有次第。所以很难成就啊。六祖能大师在中国传法可以说空前绝后。他之后再就没有了。在他一生他的调教之下有43个大彻大悟的。宗门过去没有这么多人。一个老师就传一个学生。传两个学生，怎么可能传到43个人？以后的禅宗祖师最多的也不过3-4个人。传一个人的很多，没有传人的更多了，一生找不到人传。宗门跟这个密教密宗都需要传人，一定要老师真传传授，没有老师都不能成就。不像教下，教下没有老师依照经典能成就。慢慢的来。特别教下的净土宗，佛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大家受记啊，老人说得很好啊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佛灭度之后1000年在正法时期，真正能够持戒，就能得定，就能证阿罗汉果。佛家的成就是以你能够在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，证阿罗汉果算是成就。不能超越六道，还在六道搞轮回，这个没有成就。人天福报不算成就啊。
这一定要懂得了。啊，那么在教下，相法时期，佛教传到中国，这第二个一千年，禅定成就，所以禅的风气在中国普遍展开了。啊，禅的法运一千年了，啊，现在没有。现在到了末法时期了，现在修禅，大概得定的都看不到了。啊，末法时期佛说的是净土成就，末法有一万年，现在过了一千年了。啊，中国古来这些高僧大德的记载，啊，这我们在中文经典里面都能看到，释迦牟尼佛出生，周昭王24年，驾云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，寅年属老虎的，啊，驾云。释迦牟尼佛过世的那一年是周穆王53年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住世啊，80岁呀、啊，中国人算虚岁，外国人算始祖年龄79岁，啊，要以这个计算呢，到现在，啊，就是周穆王53年到今天呢。是3037年啊，那我们末法今年已经过去1000年了啊，1037年了，明年1038年了。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受记的，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一心一意去修净土法门，就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，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修净土。那么净土经论当中这一部经是最重要的经典啊，是净土的根本大经，无量寿经啊，啊，适合这个时代。在净土，这叫末法，第一个一千年的末尾，夏莲居老居士出现在我们的世间，为我们汇集这样啊圆满的一个经本啊，肯定这个经本还会流传7000年。所以外国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，佛法不是的，佛法后头还有9000年呢，哪有末日呢？啊，9000年的法运，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有兴有衰。啊，有兴有衰，不会灭法。啊，诸佛菩萨会照顾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是在衰到极处了，是在这个时代，会不会起来？会。
我们留意真正有善根的年轻人啊，青少年有，我想里头都有再来人，这些人被发现了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，一代一代啊，慢慢又会兴旺起来了。这是佛家说的啊，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。啊，灌顶真正的意思就是这几句话。大悲护念，这是灌的意思。真灌，大悲护念。佛果最顶，无量寿经是佛果最顶。你看，在过去，隋唐的大德，啊，他们也有心血来潮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起谈谈，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哪一部经第一最重要的啊？这几乎大家都公认华严第一啊，所以尊称华严为根本法论。啊，早年方东美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就提到华严经。这华严经是佛经哲学概论，他这个看法，佛经哲学概论，那也是至高无上啊！啊，特别介绍给我。这个经里头有圆满的理论，有精确的方法啊，精密确实的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。他说全世界的哲学书没有一样能跟华严相比，这华严实在是太好了。后面53参呢，表演给我们看呐、啊。啊，华严经末后，我们看到它怎么圆满的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华严得到究竟圆满。诸位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念的这一品德尊普贤啊，续品啊，那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世界呢？普贤菩萨的世界呀、啊，啊，那不就是华严世界吗？啊，所以说华严最后归到哪里？归到无量寿。无量寿是第一里面的第一。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的啊，千经万论处处之归也。释迦牟尼佛都是引导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一定在阿弥陀佛会下
证得无上菩提。啊，随着灌顶呢，无量寿经才真正是顶法，华严之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啊，这叫顶。所以把这一部经从头念一遍，就是设法一切如来给你灌顶一次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能依教奉行，哪有不得利益的道理啊？啊，诸佛护念呢，令诸顶法戒名灌顶也。啊，精进深灌顶界，对于慧大师而言，乃至后位也，初位对后位节节提升呢，啊，提升到妙觉位，啊，诸佛护念，帮助我们成佛，啊，到佛顶住，啊，这都是灌顶的意思。啊，若只教只教导众生，则受灌者是初位。我们现在接受了佛法，接受了无量寿经，真正依教修学，这是初位灌顶。你到极乐世界将来成佛，那是后位的观点啊，这个地方是初位。这一段是为我们解释观点的意思。下面这一段呢，受记，受菩提记。啊，这一句经文也是唐译里面的。受赋予之意，啊，给你啊，啊，记记止之意，即是玄寂之际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预言啊，预先告诉你，现在你并没有得到啊。佛对发大心之众生授予，当来必定作佛之际，称为受记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发大心的众生，这个大心是大菩提心，发作佛的这个心啊，我这一生呢要成佛，佛是对这种人才给他受记。怎么做佛呢？念佛就成佛，
换一句话说，真正发心修净土法门都是发大心的众生啊。为什么？净土是大法了，不是小法了。净土是大成就啊，不是小成就啊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证阿罗汉啊，不是证菩萨果位。到极乐世界是成佛了啊！你跟释迦，你跟阿弥陀佛，你跟毗卢遮那是一样的，同样的地位啊。啊，是真正发心念佛，这还得了吗？一般人不知道，也就是六道众生不知道啊，不但六道不知道，十法界的那些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也不知道啊。十法界依旧是凡夫，没有见性啊，十法界的佛没见性。所以天台大师叫他做相似即佛，他不是真佛。明心见性呢，才叫真佛啊！他用真心了，所以这个法门呢，无上、无人、无比呀。我们遇到了，不知道它的珍贵呀，这不是祸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个法门跟他都不能比啊！啊，连华严都比不上。华严真谛比他好，后头何必要普贤十愿导归极乐呢？那就用不着了嘛！啊，幕后还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。你想想这是什么味道？啊，我自己知道啊，我的根性不利啊，业障很重啊。最初学佛十几年呢，对净土不知道。啊，老师劝我学净土，劝了十几次我都没有动心呢。这李老师啊，甚至于讲出啊一般人很难讲出的话，老师告诉我，那净宗你试试看吧，你看古来多少这些大师大德啊，他们都学，万一真的是受骗了，那么多人受骗，我们也上一次当也无所谓吧。用这种话来告诉我，来劝我，我都没接受。我笑笑啊，我不敢反驳老师，但是我还是学我的这个教，学教啊，那是学华严啊。怎么相信的呢？也是有一天突然感觉到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那是学华严的人心目当中最两最尊敬的两位大菩萨。哎，我想到。他学什么法门成就的？还有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啊，入门弟子啊。啊，善财所修的肯定跟文殊师同一个法门。
那时候我讲《华严经》讲了一半，后头没讲到，到后面去翻，哎，翻到了《四十华严》第39卷，文殊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普贤菩萨也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他们发愿的文我们前面念过啊。我这感到汗毛直竖啊，这怎么回事情啊？然后再仔细看五十三参，才明白了。五十三参，第一位善知识吉祥云比丘修般若三昧，般若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。善财童子参访第一个善知识，那叫什么呢？代表先入为主啊。再看最后一个善知识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那我就肯定了，善财童子彻实彻宗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！我这样才相信净土了啊，才真正不敢轻视净土的经论啊！我回归叫净土不容易啊，但是这一回归是真的回头了，不是假的啊！我是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才相信才接受啊。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老师怎么劝你看我都不动心啊。所以什么人把我带到净土里去？华严、法华、楞严啊。那个时候我喜欢讲这些经典的啊，讲过《法华经》大义，我记得好像是60个小时啊，讲《法华大义》真的是不容易啊，认识清楚，搞明白了啊，这才是得佛受记。你真清楚，真明白，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，现前就得佛受记。佛什么时候给你受记？你念到这个记，这段经文啊，这里受菩提记。身观顶戒受菩提戒，这是就给你受戒啊。这两句经文佛给你受戒啊。我们要直下承当啊，不要客气啊。哦，这佛是对别那菩萨受戒，没我的份，那你就错过了。你要跟菩萨们在一起接受佛陀的受戒，这就正确了啊。所以你看看，你天天读这个经，天天开悟，天天得佛灌顶，天天得佛受记，你烦恼肯定一天比一天轻，智慧肯定一天比一天长，经中啊，经里面这个这一句经文啊，受菩提心表于慧大师君蒙受记，我们也在内呀，不在外呀。啊，你不是真心修这个法门，那就没有你，你不在里面。啊，
我真心修这个法门，我把其他法门都放下，全心全意专修念佛法门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净土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意念这个能量不可思议，我们只有这个一个意念亲近阿弥陀佛啊，只有这个一个意念永远追随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学习，这就对了。定当作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成佛虽然有早晚不同，但是可以说，都是快速捷径的成佛。你看看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的人，这地位最低的了。到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只要十二劫。十二劫我们看起来很长啊，在极乐世界是很短的，寿命是无量寿啊。这十二劫还不见十二天一样。这是在他方世界找不到的。他方世界你得断烦恼，你就想想烦恼多难断。见思烦恼断了才证个阿罗汉。居里成佛原之原意啊。越往上去烦恼越难断。所以在他方世界，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要无量劫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最迟的十二劫，最快的呢，最快的到那里就成就了。我们最快做不到，我们也不至于最慢。那一般在西乐世界成佛大概是三四五阶的样子都成就了。真正稀有难逢。佛执事诸大师广为众生受记作佛，这一句把我们全都包括了。这个诸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。也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菩萨们。没有一个不讲这部经，没有一个不传这个法门，都是普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成净土。这些人都是为一切众生受记作佛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遇到要感恩呐，要真干呐。这个法门，这个经典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。我们要认识，要把这个机缘抓住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